好，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二段。那么如何这么做呢？哎，作者跟我们拉家常一样啊。你看这个第二段第一句话，他说 ：“Well， 语气是好吧，我开始讲吧。If you go to 5 reputable stockbrokers and ask them what you should do with your money, you're likely to get 5 different answers. Even if you give all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about your age, family, finances, and what you want from your investments.”但这个东西啊，这个很难说，为什么呢？大家看法可能不统一。投资这个事儿是个非常复杂的事儿啊。他说如果啊，你要是去找五个都是信誉很好的 reputable 叫信誉好的，咱们也会说那信誉好的股票经纪人 broker 就是中间人、掮客、经纪人and 引出并列的动词，就跟着 go 并列的，并且问他们那 what 引导当然是宾语从句了，问他们什么呢？对，我们拿我的钱究竟来应该做什么时候？从句完了，看主句，你可能会得到五个不同的答案。破折号之后，引出一个让步状语从句 ，even if 是即使，即使你把所有的 relevant 就是相关的，所有相关的信息，关于你的什么的信息呢 ？about 到句末，这是修饰 information 的后置定语。关于你的年龄、家人、finance 经济情况、经济状况，这个一般用复数。还有什么呢 ？and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what you want from your investment，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你想从你的投资中得到什么？这 what 引导宾语从句嘛，做前面 about 的宾语嘛，跟前面名词并列嘛。前面是名词宾语，这是宾语从句做 about 的宾语。这是我们问专家的话，那么他们建议都不一样。问五个人的话，可以给你五份不同的建议。这个里边有些词汇，咱们看一看。首先看一看这个 reputable， 大家可能都知道 reputation 是名声名望，来，我们读一下这个形容词。Reputable 什么意思？就 that people consider to be honest or and to provide a good service， 就人们认为是诚实的，并且认为呢他能够为我们提供良好服务的，所以叫声誉好的、值得信赖的，一般指什么商人呢，什么一个饭馆、一个宾馆呢，我们类似于我们说的 reliable 可靠的、信誉很好的，大家认为这个人诚实不骗人，而且可以提供好的服务的、声誉好的，叫做 reputable。 咱们也是看一个例子。 A reputable dealer 一个是这个名声好的一个商人。 A reputable company 一个声誉好、值得信赖的一家公司。 A reputable supplier 一个名声很好的一个供应商，就是这个人他不说瞎话，而且确实提供服务不错， reputable。 反义词就是名声很差的、不值得信赖的、品行不端的，在前面加 DIS 这个否定字头，大声来读一下 Disreputable 就是 considered to be dishonest, bad, illegal， 被认为呢不诚实的、坏的、非法的等等等，名声差的、品行不端的、不好的。那像 disreputable behavior 品行不端的这样一种行为， disreputable neighborhood一个这个名声很差的这么一个社区、一个居民区等等等等，可以这么说啊，叫做 disreputable。 本文中呢就是声誉很好的、就是不骗人的这个股票经纪人，这个 broker 指卖股票的、是卖房子的掮客或者经纪人。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broker 什么意思呢？就是 a person who buys and sells things, for example shares in a business for other people，就是一个买卖东西的这么一个人，比方说吧，一个公司的股票的为其他人买卖东西的这么一个人，就经纪人、中间人、掮客，帮我去买和卖东西这么一个，比如帮我买股票、帮我卖股票，经纪人、这个中间人或掮客。你像比方说这个 a stock broker 本文中的一个股票经纪人， a real estate broker 帮我买卖房子的这么一个房地产中间人、房地产经纪中间人。再比如说 an insurance broker 一个这个保险经纪人、保险的掮客，帮我买卖保险的这个人，这是 broker。 问他们我们拿钱来干嘛，你可能得到五个不同的答案。即便你把你有关你的这个相关信息，关于你的年龄、家庭和 finances 在美国重音往往在前面，都能 finances 都行，这个词习惯用复数，就 plural 是什么意思呢？
the money that an organization or person has and the way they manage it. 就是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机构他拥有的钱以及他们如何来经营管理这笔钱。就是我们一个人或一个公司一个机构他的金融状况经济状况他现在有多少钱这个钱用什么形式来存在。这是金融状况或经济状况。这个叫 finances, 它一般用复数。我们看例子。Concerns about the company's finances.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公司的经济状况的这个担心或担忧。Concern 可以表示担忧或担心 about, 这个担忧或担心。比如说 she refused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her personal finances. 她拒绝回答有关她个人经济这个经济状况的这些问题。打听你们家有多少钱呢？你现在钱都干嘛使了？他拒绝回答这个，这种东西叫 finances, 就某人某个机构用的钱以及他现在用钱来干嘛，经济状况，这个以及你究竟想从投资中获得什么，你都告诉他了，他可能给出不同的答案。下面看第二句话，那是为什么呢？看第二句话，第二句话太短了，跟第三句一块看。Moral, there's no one right way to structure a portfolio. 那么是道德问题吗？就是Is a moral question? Is a moral issue? 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吗？是不是他们故意想骗你呢？作者说：“这恐怕不是的，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式来规划组织你的投资组合，就是这个是对的，那个就一定错的，这个很难讲。所以这根本不是道德问题。这个 structure, 咱们注意，这是组织、规划、计划 ，structure 在这当动词来用，什么意思呢？就是 to arrange the different parts of something into a pattern.”or system in which each part is connected to the others. 就是把一个东西的不同的部分呢把它安排成一个模式或者安排成一个系统。在这个模式或系统里面呢每一个部分与其他部分都能相连接到一块。就组织起来规划起来把一个复杂的事物不同部分把它规划到一块组成一个整体让它这个中间能联系起来。就类似于我们说的动词 organize。组织、计划、规划，咱们也看一些例子。The exhibition is structured around three topics. 这个展览是这个围绕着三个主题来规划、来组织起来的。这规划或组织这次展览展出，对吧？该怎么去间架结构？每个展品该怎么摆放？哪些展品放在一块中间有多远的距离？是围绕着三个主题来规划来。这个组织的再比如说 Software that helps users structure their work and their data 这个软件能够帮助用户能够组织规划他们的工作还有他们的数据这是 structure 本文中也是吗这个就没有一个所谓正确的方式来组织或者计划你的投资组合但是作者说没有正确的方式却有错误的方式 HoweverThere are undoubtedly some wrong ways, and you can be sure that none of our five advisors would have suggested sinking all or perhaps any of your money into periwigs. However, 是副词，然而表示转折。然而呢，毫无疑问 ，undoubtedly， 副词表示毫无疑问了。毫无疑问，我们有一些错误的方式 ，and 引出并列句，并且你可以肯定什么呢？后面 that 到句末还是我们说的做形容词补足语的从句跟形容词放在一块儿构成一个大的形容词短语你可肯定什么呢没有一个我们刚才那些这些给你提供建议的人就是顾问 advisor 就是刚才那个 stockbroker 为避免重复了给你提供建议的人嘛就是那个股票经纪人他们would have suggested 会建议你把全部钱投到这个 Periwigs 公司里面这是一个虚拟的公司了这个当然那个 would have that 在这里面并不是虚拟器不是虚拟器这是一个推测因为刚才你已经向他们去这个去请教了嘛所以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它已经在过去发生了这是对过去的一个推测 would 未必是虚拟在这是推测咱们一会儿讲这个我估计想必这五个人任何一个都不会建议你 sink 后面一般跟 into 搭配就是把钱大笔的花在某个地方把你所有的钱或者是有可能是部分钱都花在了这 Periwigs 就虚拟的一个公司是指一个名声不好的一个公司
Perwick 本来不是假发嘛，做假发的就是做假货的一个公司嘛。跟这个是个比喻了，因为他不能说我们不能投这个公司，那否则那公司呢跟作者就打官司了，这是个虚拟的公司，咱们也会说。那么 undoubtedly 叫毫无疑问，这个作为固定搭配可以记记啊。That is undoubtedly true， 这毫无疑问是真的。咱们很多同学想不到用这副词，认识但不会用啊。Undoubtedly, public interest in folk music has declined。毫无疑问，老百姓对于民间音乐的兴趣已经下降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事。还有刚才我们看这个 advisor， 刚才我们说了就是顾问，给你提供建议的人嘛。A person who gives advice, especially somebody who knows a lot about a particular subject， 给你顾问的人，尤其是指呢，对于某个这个课题话题，这个知道很多的专家，这是顾问给你提供建议的人。A financial advisor。一个这金融方面或经济方面的顾问给你提建议该怎么去投资啊。然后搭配呢是 advisor to somebody on something， 那给他提供建议的这个顾问，这个给他提供建议，在某方面可以加介词 on 就好了。比如说 a special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on foreign affairs， 一个专门为总统提供有关外部事务，就是对外事务的一个顾问。 advisor 是给他来提供加 to某方面提供建议的顾问加介词 on 就好了，这个顺便记住。那么我们你也可以肯定，我们的那个五个顾问没有一个他会建议把钱投在这个地方。Would have 加 than， 这是对过去发生事情一个推测，这个不是虚拟期，这个没有与事实相反啊，这是一个推测。Would 为什么是虚拟？你比方说 ，It's no use talking to Henry, he wouldn't understand。你跟他讲，跟 Harry 谈是没有用的，他不会理解的，他听不懂的。这个 would 并不是虚拟，而是表示推测。我估计想必他听不懂的，这是这个推测。对过去的推测 would have 叫过去分词。那 where would he have hidden the keys？ 他会把这个钥匙藏在哪儿呢？这个不是虚拟，这是推测。本文中是推测语气嘛？因为刚才向他去提问过了吗？所以相对于这句话来说，已经是过去发生了，所以是过去推测。我们当时啊，那五个就是你刚才就被你问到的那五个顾问呢，那想必啊，没有一个会建议你把所有的钱或者至少一部分钱投到Perwick's 公司里面去啊。这个 suggest doing something 也是建议某人做某事 ，suggest 后面加 doing 也是固定搭配，这个比较简单啊。Joan suggests asking her father for his opinion。你就建议呢问问他爸爸看看他是什么意见，这是建议做某事 suggest doing something。下面就是 think 是沉默的意思，但是在这儿呢是 spend a lot of money on something， 在某个东西上花大笔的钱，而且确实一般跟 in 或者 into something 来搭配，把大笔的钱花到了某个方面，注意加 in 或者 into， 又沉下去吗进去了吗，对吧，跟他来搭配。比如说 they sink their entire savings into the house，他们把全部的存款都投入购买了他们的房子，这是花大笔钱来购买某个东西。本文中是把全部的钱都投入到 Perwick's 公司，这是虚构的一个公司。这 Perwick 本身呢是 a type of white wig with curls that people wore in the past， 就一种白颜色的假发，里面是带卷卷的，这个假发在过去人们所戴的这种假发，在现在就一般在法庭上法官会戴这种长的卷的假发，在里面披下来那种，大家可能看到外国的法庭里面会看到 Perwick 长的假发，而且是白颜色的啊。那本文中 Perwick 是什么呢？咱们看后面有个星号引导咱们到了下面的注释，课文下面的注释。Perwick is the name of a fictitious company。Perwick 是一个虚构的公司的名字啊。这里面又出现一个 fictitious， 它来自 fiction 小说吗？小说不是虚构的吗？所以这个词叫虚构的，顺便我们也记住就好了。大声来呗 ，fictitious， 就是 invented by somebody rather than true， 被某人编出来的，而不是真的，就是虚构的 ，fictitious 啊。你比如说 ，all the places and the characters in my novel are fictitious， 我的小说中所有的地点和这个人物都是虚构的 ，are fictitious 是什么来说啊 ？character 就剧中的角色啊，人物啊。再比如说。The account he gives of his childhood is fictitious. 他
所给出的对于他童年的这个讲述是虚构的，叫 fictitious 啊，虚构的，这个把它记住就好了。这是第二段，我们跟老师就看到这儿。